本府记得仵作验尸报告中提及被杀之人，今是左颈左肩着刀，可见凶手乃是惯用右手之人。你再回想一下，他凶险。 杀害之情之时，又是哪一只手指刀？也是右手。而方才单平，却是以左手指底。正是。大人果然心细如发，但若非单平。 真犯案杀人，自当俯首正法。若是清白无辜，单兄弟却硬要担下，难道不怕真兄继续逍遥法外，危害他人？在下不知道啊，展大侠所为何意，但你杀人者理所当然。据闻单兄弟来自林幻县。 家乡尚有何人？可有兄弟？如今居然一身而已。生死相别，两不堪。生计艰难。 死亦荒，谁怜曾为并蒂之？一朝风雨自飘零。单兄弟似乎颇有感触。 人情被誉，转瞬间。詹某倒是忘记下句为何。单兄弟可否提示一二？在下如今怎么会有银子铺子之信？更何况，单兄从未听过此事。从未听过。 难道单兄弟当真连自己做的诗都无法记起吗？在太康县令被杀数日后，我曾在临镇遇到单兄。
当时，我们编作此事，编过招比试。今日下堂之后，包大人寻知于我，发现我与善兄在狱，和你被救回心府竟在同一时候。善兄如何一人会在两地出现？而展某方才以诗相视，你竟说从未听闻，可见拿到的善品并非是你。 大人，如何？可有结果？果如大人所料，却是形貌极为相似之人。牢中的善平，并非与属下过招比试之人，他始终使用左手，未曾用到右手。本府却是错了。 如今大人，您已追出真凶为首要之物，道士一切自可大量。本府绝不放过为兄作恶之徒。 那善平却又为何要认罪？他既说心明针是他唯一的朋友，或许可以从心明针那得到一点线索。展护卫，属下在。明日，你前往客栈，一访心明针。 务求相识。是。哎，客官，来点什么？有什么吃的喝的，拿一些过来。好，马上来。小二，哎，这里可住着一位姓辛的姑娘。辛。 小二哥，刚才那位客人可曾打听过什么？打听辛姑娘？辛敏珍。哎，刚才那个官爷为什么要追你啊？我杀人。 你要是怕的话，可以回咸平县去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发现我还跟着你，想骗我回去？哼，我才不上当呢。跟着我有什么好？可多着呢，不用再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吃饭喝酒，也有个人陪啊。你家里有什么人？ 我爹是做官的。
我娘出自名门，我是独生女哦。你爹是做官的，当然是假的喽。我也希望我有这么个家，可是你看，我连个姓都没有。自我懂事以来，就是一个人这么长大。你呢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。有一个弟弟，两双小草鞋，还有个闷葫芦脾气，够了。胸前打听心领针，斩草除根。但是心领针并未在命案现场，为何非杀不可，甚至追到开封？那辛鸿元虽曾为官，但却已告老还乡。家中又无贵重财物可与人觊觎，莫非那辛鸿元被杀别有他意？凶嫌既已探得辛敏珍下落，必会伺机动手。大人，属下愿带人埋伏，予以围捕，好早日将凶嫌绳之以法。以人为饵，岂不危险？更何况那辛敏珍方遭丧父之痛，又何忍心让他再多受惊恐？如今他新家只剩他一人，万万不可再出差错。大人何不约那辛敏珍过府一谈，既可避开危险，又可问得案情，或许有痕迹可寻啊。只是此人凶残刁滑，展护卫千万要小心。是，大人放心。心情被杀，他要杀的人是你。为什么他连你也要杀？为什么他要杀心情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赶尽杀绝？为什么他不收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你要说出实情，让包大人招来这恶徒，还是要等着看他来杀我？不，你不能死，我哥哥他也不能死。你终于承认，你哥哥是凶嫌。我去告诉包大人。敏珍。敏珍，你这样做等于陷我于无情无义。他若因我被捕被杀，善平绝不独活世间。敏珍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他要杀你，你是绝对逃不掉的，所以我必须出去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可是包大人说现在还不能放你啊。包大人说不可以，但是你可以啊。你想逃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包大人不可能一辈子看着你的，但是我可以啊。你可以一辈子看着我。如果他始终不肯放过你，我只好一辈子护着你。如今是我们对不起辛家。你真的要一辈子护着我？大人，
我家一愧倾天，当死，实无怨言，阎王必召。凶险如此狂妄，居然杀到开封府来！ 时已到，带人犯，带人犯！喂，跪下！包拯，明知我要杀你，尽你此时之恩，我倒要看看你玩些什么。 当下所贵何人？小民姓洪远，不可。姓洪远，你身犯何案？为何迟至今日方才投案？小民为10年前的旧案前来自首。10年来，小民日夜忍受良心煎熬，无一日不在悔恨中度过。 1个月前，仇人寻来，小民被砍至重伤，几乎丧命，而对外谎称已死，躲藏他处，把伤养好。不可能，我刀下从无失误。既已避过大难，何以再出面认罪？只因小民年岁已大，不愿在日日惊慌受怕。 既要接受惩罚，小民愿接受朝廷律法制裁，也不愿死于凶徒私刑之下。那么，你10年前曾犯下何案？既来自首，还不快说！10年前，老夫为朝廷派至临宦接掌县令。 当时，发生一宗谋财害命案，临宦首富林业办被杀，家中贵重金饰被洗劫一空。后来呢？小民初到上任，急于立功表现，此时有人密报，命案当夜，见格林善立善秀才。 曾提议布袋，自林家后门悄悄掩出。于是，我就派人至单家搜索，果然在单家查获林家一对金镯，人证物证皆备。于是我判了单令秋后决。就在当夜，单令之妻带着10岁的儿子前来喊冤求情。此事他如何得知？ 难道他真的是邢宏远？老夫碍于立场，只是言辞拒绝。就在此时，狱卒来报，单立在狱中自尽。老夫见单立之妻伤心欲绝，于是要他先行返乡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有人在河边发现单立之妻的鞋子，老夫才知道，单立之妻随单立而去，跳河而死。 秦宏远，果然是你们狼皮夫！战争，有如此卑鄙者，绝对抓不到我。对非常之人，当用非常之手段，更何况对你这种凶残之人。 有何卑劣可言？兄子，何谓兄子？包拯，难道你杀过的人会比我少？还有你陈昭，丧命你剑下又有多少？
擅自引不齐二位。放肆！本府与斩护卫，乃为安定社稷，为使朝纲而杀，你却为破坏百姓安宁，蓄意与官府为敌而杀人，一是一非，岂可并论？错！眼下进阶荒官，为官之鬼和社会蹂躏，唯我杀朝官为耻。如果你杀我，为非！闪朕！大胆！大人面前出言无状，罪加一等。他是你大人，不是我的。犯罪行动自己最大。好，好一个自己最大！难怪连孪生兄弟的死活都不顾。你说谁？你犯案无数，却让单平一肩承担，险些死于狗头铡之下。爹，你心中毫无手足情义，只其生死于不顾，难怪连老弱妇孺都不放。善政，你难道还不叫做凶残？竟然在你的开封武大，谢谢您多照顾。纵虎归山，再抓更难，何故放他逃去呢？连公孙先生此次如此周密算计，都让他全身而退，追之何意？莫非大人已有计较？以今夜情况看来，那单正并不知单平已经被捕入狱，如今既已知道，大人是想他会劫狱？不错，到时候再埋伏围捕，胜算较大。公孙先生有何高见？大人，既知弟弟身陷牢中，一则散政使人生辰狡猾，既知大人已明白一切，单平救我危险，他不见得会冒此风险自投罗网；二则他对单平手足之情究竟有多深，我们无法断定，因此之故，我们何不化被动为主动呢？先生之意。单平竟能挺身为兄受死，若得知单正现身夜闯开封府，大人十分震怒，必将单正绳之于法之时，单平自当焦急万状。